今天来煮菜脯呢，这去菜市买的，啊，菜脯倒来先甲浸一下，袂拢足咸的。即摆较养生啊，是讲拢无遐煮啊咸，甲泡炒十分钟，再过来摕起来，来切细细的，切碎碎，甲切到碎碎的。切的碎碎，碎碎平安。好，安尼切好啊，切碎啊，再个起油锅。油锅先把菜脯落去炒一下，炒香。小火，帮你在炒的时阵，咱来先烤呢。来表演单手弄蛋，是搞无成功，不完整。比较水，单手敲蛋，拢同一个方向咧拉，其实都是这么打，拉个拉后伊小可发泡，伊会蛋会跟烘蛋同款，会比较有空气，空气在里面，会像烘蛋一样。哎，菜脯差不多啊。炒一些香香，这菜脯袂歹啊，香香啊，也袂足咸啊。即摆人拢太养生啦，无爱伤咸。我感觉要规条个较好啦。你若是菜市啊，买人切好个吼，迄可能知用啥物落去浸个啥物，较看无啦，家己倒来。切等下浸好，好，再来，把这两家人淋落，这嘛足简单啊，这是嘛算懒人料理啦，来做较大一点啊。嗯，小可互伊煎，等下再来冰冰。人就讲，拢是安尼，卵也袂好，就敢变差卵共款。好，先砍的。好，即摆砍一碗，即摆一碗咧煎啊，就当来冰冰啊。你用甩吗？啊，成功。啊，水啊！好，搁予伊切寡蒸蒸的，等下就咱起锅啊。另外一边个蒸落，等下切切。即马迄边嘛蒸好啊，咱来起锅啊。好，来起锅。好，成功啊！哇，水啊！好，一盘菜脯卵，水无？敢披萨嘞？即外口你卖偌济？即盘要100块吼，你若是迄个热炒100，嘛是要差不多100。好，开动。成本要10块啦。